这次召集发布会需要你们澄清热搜的事儿，但情侣协议的事儿千万别说漏了嘴。他们牵手了，粉丝们都想知道两位关系是否属实，订婚的相关信息是真的吗？贫民窟女孩怎么配得上江大明星？够了，我跟江之也是人渣。别忘了我们的条约，不配合随时的公共场合上的情侣行为，捡钱敢威胁。事实上是大明星江之也对我展开疯狂追求，死缠烂打，威胁利诱，我只好点头答应他这种疲劳轰炸式的疯狂求婚。宝贝，能辛苦你再重演一次跪地跟我求婚的戏码吗？求婚！这下完脱了。你就是因为他才回国的吗？给我订一张最快回国的机票。就凭你也配跟我抢江江？都是因为你，江江还在被记者纠缠，跟他合作的大客户安娜已经开始不耐烦了，你自己去解决。我星探集团的职员脾气都这么大吗？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打抱不平，那你跟他一起去好了。好。哎，安娜可是最难搞的那个网红。对呀，听说她最讨厌被放鸽子了。安娜小姐，久等了。我不是说过我最讨厌被割了吗？贵公司要不想跟我合作，可以直说。安娜小姐，只要你好好的配合这次合作，我可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流量。你是抖音界最红流量小花苏可可。安娜小姐，这次合作我找了，我要跟你合作，这广告我拍。你跟我去拿一下安娜小姐的拍摄服装，拿去给安娜换了吧。哦，好，这次看你怎么办。啊，这衣服怎么回事，破成这个样子，接下来我还怎么拍啊？安娜小姐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安娜小姐，您先消消气休息一下，关于服装问题后续一切费用公司都会报销的。哼。哎，你们俩被开除了，安娜的损失费用也由你们承担。衣服明明是你给我的。什么我给你的？没有证据可别乱说。谁说没有证据？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好好看清楚，是你用剪刀划破了衣服。除了你们没人会知道。干嘛？在吵什么？他们俩把公司合作的网红安娜给气走了。哎，你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公司。你被开除了，听到没有？还不快滚！他说的是你，我想之也不需要你这种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公司利益的员工吧。可可，好歹我们也是青梅竹马，你回国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们不是从小约定好顶峰相见，偷偷回来当然是给你个惊喜了。我去，这是我男友，他们至于穿成这样吗？摸手时女友，现在开始。那我先来吧。真真的敢摸。不好意思，还是让我先来。她就是我女朋友。Yes， 果然是你，佳丽。还好一直在用肉子留香珠，只需要加一点就可以留香很久，让男友时刻闻到衣服上散发的清新香气。看来今天是加州水蜜桃味的仙女香。哼，这人干嘛总贴着我？该不会是变态吧？变态，让你跟着我！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这可怎么办？这样身体躺着应该看不见了吧？但是我怎么提醒他一下呢？变态，让你跟着我！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这是眼瞎才会把你这种是非不分的大妈。大妈？哼，你站住！喂，宝，我给你叫了一个代驾。大白天你叫什么代驾呀？有没有用先不说，关键是特别帅哦，人马上就到了，你赶紧准备一下。帅哥。还好我今天开的是空间链 MAX 的连跑 T03， 小仙女的24小时移动衣帽间，外出化妆不用烦，衣服鞋子巨能装，颜控的爱车，随时随地凭本事漂亮。您好。怎么是刚刚那个变态男？我是您叫的代驾。哦，车钥匙给您，化了妆应该没认出来。请您系好安全带哈。哦，好。您车上有纸巾吗？我刚刚不小心把手弄脏了。有的。哇，你这车看起来小巧，没想到后排这么大的呀。那当然了，不要以为他是轻量级选手，打开车门可是重量级的。
请问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我没有女朋友，但是有喜欢的人。这不就是四年的我吗？其实这啊，不是这个，这是我在路上遇到的大妈，这才是我喜欢的人。原来这样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生？你要是喜欢这样的女生，我就把货赔一毛钱给吃了。那要不要我喂你，大妈？谁啊？来了来了。好帅、看什么呢？等等，那不是他呀，他来干什么？听说你很缺钱。恋爱协议。我需要一个女朋友，合同完成后我给你你想象不到的财富。为什么选我？管他呢，反正有钱赚。成。因为你们俩长得真的很像。这几年你靠着老板的庇护安稳度过，可是你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，他的白月光要回来了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呸，是我的好日子要来了，白月光要回来我就挪地还能拿补偿，简直不要太爽。难道他是来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我们这段关系也该结束了，拿着这些东西以后滚得越远越好。一定一定，看来我的富婆梦要实现了呀。无尽的暴雨被落进的他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嗨，你要干嘛？我好像真的爱上你了，能不能别离开我？什么情况啊？靠！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好帅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人家已经很快了，没来得及收拾就出门了。小哥哥，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奇怪，这人跑什么？门卡掉，还没来得及说。你干嘛呀？姐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段路有个特别奇怪的女生，你可要小心点啊！还有这种事啊？她长得像……你等等，我去问问她。你说我这样给你递惊喜，她会喜欢吗？下次咱们正好可以给我见个人。哎，不行姐，万一你弟妹受伤了怎么办？